好，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从民宿走去地铁站的路上，然后我们现在今天要去高原寺和什么青城白河。Hello， 一盒的蛋，买不了吃亏。我们在做饭，讲我们在做饭。哎，你们今天在吃什么？哎呀，鸡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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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在这边是三天多左右吗？还呀，我们没有一个呀。我们没有一个呀。過ぎてもったいないな、そうなんだ。
何度でも、例えば世界のすべてが醜く歪んだと知っても、その全部を覚えておこう。僕らの足跡が並んだ日々に戻ろうよ。いつか僕らは目を閉じて思い出すだろう。这个是那个小豆豆的风车，人还是很少的，刚才已经拍了照片了，超漂亮的，真的超漂亮的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走啦，我可以当你是。足跡が並んだ日々に戻ろうよ。